好了，主播各位观众，台湾彩券大乐透昨晚开出头奖，奖号08、11、16、32、35、43，特别号41，5.131的大奖一人独得，由台中大甲区新闻营彩券行开出。画面中也可以看到，彩券行开心的拿出毛笔，在喜气的大红纸张上写下这个好消息，来跟民众分享。但你要听一下店家怎么说：最近买气很旺，人潮很多，包牌的人也很多，7号、8号、9号连碰包牌。都有，我们家常常开出电脑险大奖。这阵子彩券真的是超级热门，彩券行表示最近买气特别旺，前阵子全民封威力彩，后来由三峡的幸运民众一注独得，这回大乐透头奖奖落台中，又是一人独得5.13亿，也让店家相当开心，希望能够沾沾喜气。以上是为你掌握到最新状况，把时间镜头交给棚内。